大家好，我是冠中南区足球队队长梁子俊。我哋冠中南区今次全力支持西区警区、西区少年警讯及西区奇乐警讯一起参与单手掌上压挑战赛，为被遗弃及残障动物而筹款嘅。好啦，我哋一起嚟做单手掌上压。咁有意義嘅公益活動，大家都嚟支持一下啦！耶、yeah! yeah! ！